K，我伫遮，明仔载安怎，无人会知影。假使我若有一个万一，你敢会使来甲阮兜医生斗相共？这是应该啊。好啊，安尼好啊。我知影你作风较开放，啊，婚礼哦，要安怎办？在恁少年人欢喜，有要红酒哦？这上天在讲什么婚礼，什么红酒啦？我无想到遐啦。意思袂歹，但是我配伊袂得过啦。哪会得配得过，配袂得过啦？阮一心都已经欠退婚两摆啊！志尚，我认为结婚甲做企业是无共款的代志，而且我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习啊，我无可能在家族内底做工过啦。K K， 你也知影咧，你替美国人做代志，还永远替别人咧做。假使你若来阮立功。就等于你家己做头家。哇，我无想要做头家。我对未来的想法是安尼哦。你看咱美国迄 Rockefeller、Coca-Cola 这大间的公司，因的创办人嘛，无讲，达公司交因后代嘛，伊嘛是找专业经理人来经营嘛。所以这美，你莫搁加讲迄美国人遐奇奇怪怪观念好无？一句话，你对阮一心有意思无？讲几暝，其实我只是想讲，立功以后敢有人通接？啊，阮家查某囝医生后半世人有人疼无 ？K K， 我看会出来，医生足介意你，啊，我就做爸爸就代替伊问啊。啊，我嘛感觉你是一个值得嫁付一生的人。你敢会用了解一个做爸爸对查某囝的心情？志尚，刘坤凯先生，你太太来保你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接你回家去啊。